那么四月份这一忙，五月初一忙，实际上就是一个月讲了一次，是吧？对对对，太以忙了。后呢，尽量争取能讲两次，但是好像现在工作特别忙，我不敢保证了。我尽量争取就是月初一次，月末一次，杨老师手串真好啊，哈看，哈哈哈，希同望志大家弘扬，呢，平时把问题都攒好，谢谢都粉丝攒登好，台，谢谢，快点，啊，没事儿，攒好，完了到这个时候呢，咱们来互动。杨老师精神，精神，这叫什么说？精神，说下是啥材料的手串儿吗？这个是西马，西周玛瑙。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柠谢檬，谢谢谢，祝杨老谢谢师健康长寿，谢祝谢严老师，谢谢雷子，谢谢叶子，谢谢谢谢。大家给杨老师点点小赞赞，咱们人气上来了以后呢，杨老师给咱们讲一谢些，谢谢谢谢，大家疑惑的一些问题，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还注。是按照我以往讲课的惯例，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问题。杨老师有元青花的那个标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对，一个呢就是今天呢。一个内容是学习汝窑的标本，鉴赏汝窑瓷片，这是很难得的啊。收藏的几片非常开门、非常典型的一个汝窑瓷片，我给大家讲讲如何鉴赏，如何来辨别真伪，这是一个，一个讲课的内容。第二个呢，这个我最后讲，就是我每次呢都讲一讲眼学。这次的眼学呢是第五讲，就是观察识别标准形象中的五个辩证关系，四个辩证关系。这一课很重要。我们学会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鉴定鉴赏一些东西了。希望大家认真听一下，这个呢我放到最后，因为大它家啊，大家给杨老师专点业点性比较关注强。啊。怎么又有黑粉了？没事儿，来了很好，来了热闹。哎，黑粉你可别走，我跟你讲，我下面会讲到你。其中还有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中间讲，可能要刺激一点儿，我又要得罪人了。就是叫做学知识与防被洗脑，防洗脑要同时进行。如果你不是同时进行呢，你学多少知识都会被洗脑术给带歪了啊。所以呢，这个一定大家听一听。但是我这个话里面刺激性比较强，可能又错。痛了一些国宝帮啊，那个我没有办法啊，那没办法。如果我能提醒你，让你从这个错误路上回来，那是最好的。另外呢，也是避免一些重蹈覆辙，是这个意思啊。晚上好。其他的中间的时间呢，就是给大家现场提出问题。有的人问什么叫洗脑，我下面给你讲，就是比如说卖假货的人，那要就是假货未到啊，洗脑先行，先给你，做铺垫，说你这个假货如何好，这个别的人如何不好等等这些东西，这就叫洗脑。我下面会讲得很详细啊。大家给杨老师点点小赞赞，咱们人气上来，杨老师会给大家讲一些知识点。
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谢谢。这里头有一个朋友问，就是雍正朝那几件瓷器上500万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暂时不回答大家，我要调查研究一下，就是最近有两个拍卖公司吧，拍出的价位都挺惊人的，这个我好像暂时无法评论，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等我弄清楚了以后，下次给大家评论评论这件事情。比如说一个康熙的一个好像荷叶的那么一个荷花的罐儿，排了60多万，像这种事情我暂时不好评论，因为这个市场价钱也就是在10几万这个样子。我当年做生意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开过古玩店，我那个时候卖的时候就是3-4万、4-5万、5-6万，到了8-9万的时候就已经很好了，就是折料和周明料才卖上这个价钱，后来也不过就是能卖到18万到12万。那么这次成交了一个60多万呢，这件事情下面有人问我，我暂时不做评论，等我把这个情况搞清楚以后呢，我再给大家啊谈谈我的看法。哎，这个藏友说的特别有意思，说瓷片现在还会作假吗？想那个学习标想作为学习标本，瓷片也是有假货的。然后今天杨老师会带给大家看一些比较好的汝窑瓷片啊，大家就是多在这个直播间里蹲一蹲。对，今天非常难得，我准备了非常好的汝窑瓷片，我要大家给大家讲解。现在是这样的，好像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啊，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市场。那个莫青言，那个关注一下老师啊，到时候可以私信一下我们，然后到时候联系方式会给您。对，改革开放以后初期还好，就是后来呢，因为瓷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有些人就是做的不怎么地道了，就是唯利是图了，把一些新仿的瓷器砸成片儿，当老的卖。这样的话，你要买去的话，就是以错误的标准来对比，那你就吃亏了。所以我今天要讲讲我们玩瓷片儿注意的事项。有的人就说，看不上。说你这是瓷片帮，还瓷片来个帮。实际我跟你讲，看瓷片可是学问大了，特别是现在有些就是摊位上地摊上讲诚信的，那是卖给你真的，真的呢就是买了一个好的标准，那么你要是买了假了，那就麻烦了啊。大家看啊，大家没点关注的点，杨老师点关注，给杨老师点点免费的小，还有一个小赞赞，戳戳屏幕。我讲课，大家知道我是得罪了很多国宝帮，他们肯定要进来骂我，没事儿啊，大家不用怕啊，正好给咱们提供一个反面教员，我都不在意，大家还在意吗？没事儿了啊。一会儿我要好好讲讲这个瓷片，好好讲讲瓷片。谢谢大家加入的粉丝灯牌，谢谢。今天来进我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运气好，我准备了非常好的瓷片，非常好的汝窑瓷片，对，要给大家就是讲解一下。讲解一下关于汝窑的鉴定鉴赏，汝窑它为什么珍贵，珍贵到哪里面，还有我讲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很多民间藏友是说这么一件话，就是说
用67件半画一个杠，好像说是67件半以外就不能有了。我觉得凡是以这个理由来否定别人是真品的都不客观，都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实际上呢，除了那个67件半也好，90几件半也好，还有民间还有那个喜欢杨老师的给杨老师点点点点赞啊，我就亲自见了，谢谢。但是呢，我必须保密，民间确实有，还有相当好的乳窑，但是数量不是那么多啊，不是说，五个人里头三个人就一件，这也过分了。但是我给大家。就是说真的民间还有乳窑，不能拿那个框框来套。但是呢，你是不是真的乳窑，咱们没不要先入为主，就看看你达标不达标。就是我讲可以一直讲一个标准形象，就是符合不符合900年1000年，是不是1000年那个汝窑的那个工艺标准、艺术标准达到了，那当然就是真的了。这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从来是这样讲，这个博物馆里没有的东西在民间它不一定是假的，我没有看过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假的。用5000年来的文化博大精深，你一个人你怎么能都掌握呢？你不可能都掌握嘛，是不是？你能只是能够看到一大部分就行了，千万不要有这个框框。但是呢，我们可以很好的论证，我经常讲是这么一点，它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前面有5个老人，是吧？有白种的老人、黄种的老人、红种的老人、黑种的老人，啊，还有比如说，据说亚马逊河上还有一种不是，就是另外一种血液的，这个我研究的不深呢，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把它是老人得区分出来，然后再研究他的信仰、他的文化。大家给杨老师点点屏幕，谢谢大家。是夸你呢，这小助理，这可不是小助理啊！我跟你讲，可不是小助理，这是黄河之水文化有限公司的谢总啊，我管他叫小谢，因为他称我为老师，因为我年岁大了，他尊重我啊。那个大家给杨老师多点点免费的小赞赞，没有点关注的给杨老师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啦。我们不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助理是嘎嘎开门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嘎嘎开门的。对。我们其中的大家有的知道还有一个账号，哈哈，我都管他叫呢叫萌萌，那也是嘎嘎的。对，这是那个白海波老师爱讲的嘎嘎的嘎嘎心，和他嘎嘎开门。好，我也戴上一个，你看看这个老了，他就镜眼睛就是花，我也戴一个这个花镜，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啊。大家没点关注的给杨老师点点关注啊。讲得太对了，这个人生如歌如梦，大家有的人猜我说杨老师70几了，80出头，80几，我跟大家讲，我对大家一点都不保密，杨老师虚岁是90，
四月三十号刚刚过的这个89岁的周岁生日，对啊哈，你看那个叶子，一看就是咱们的忠实粉丝，对对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呢，人生就如一场梦，但是我们要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杨老师还是小伙子呢，精神小伙儿，心情小伙儿。为大众做贡献，我觉得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从我生下那天，是不是，我就接受了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照，生下来，接生婆是不是为你服务了？你吃的奶粉是不是那工人是为你生产的？你受的教育是不是老师在教你？在工作单位也有那么多人来帮助你，那我们不该回馈吗？我们应该回馈，回馈社会，那就是说我们要为社会做贡献，关心大众，能做多少都做多少，是吧？活好每一天。哎，杨老师是快乐的小男孩。讲得太对了，童心未泯，有的时候就像个孩子一样。你看我做的时候好像很严肃，我就跟你说，我跟这个谢总也开玩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之一的呢萌萌有时候也是开玩笑的。我就是下的都是很活泼的啊，一会儿别着急，我跟你讲，我不但要叫您看汝窑瓷片，我还要好好讲一讲这个汝窑的如何欣赏，讲重点的，还有我体会到的东西，啊，是这样的，杨老师不仅身体好，头脑更好，是的，我的头脑好不好呢？这样。大家可以整个把两个小时听下来，就知道老师有没有逻辑性，老师的记忆力如何，怎么样？我觉得我的记忆很好，我记忆非常好，大概是上个星期五吧。就是我原来的单位是文化部，下属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我是建团的元老，那么要写建团史来采访我，我回忆了68年的建团史，我都讲得很清楚，就是我这个可能是一个遗传基因吧。大家给杨老师点点屏幕免费的小赞赞点一点哈，谢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谢谢。这个是这样的，古玩水很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不能说骗傻子，就是我们准备的不充分，经验不足，或者是有些自信，或者是听信了他们一些洗脑术，那就很容易上当的啊哈。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谢谢啦，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对，有人问我，崔凯是我的学生吗？是这样，我们这行啊，都不像相声界、梨园界那样，好像正式什么收徒，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比崔凯年长，当时呢有一个大都会馆，我是大都会馆的名誉馆长，崔凯呢是那里面的就是非常出色的大都会馆里头的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我带过他一段时间，就是讲课的时候带他，他很有造诣，他就是学术学业方面也很渊博，所以很多都是他自己努力的啊。有一句话呢，师父只能是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
对，是不是这样？三千那个杨老师只鉴定瓷器，我们也有字画专家，谢谢，我们是术业有专攻的，到时候您可以就是主业有联系方式，到时候可以联系下我们，啊，会有工作人员答复您的。现在这样哈。刚刚刷到那个包克哥，哎，那个包克哥没办法，怎么说他也不信，你知道吗？咱们就想帮救他，你都救不了，是吧？咱也没办法了，那个就不说了。可能像他这样的，个别的还有，尽量来帮助他们吧。下面呢，我就是进入第一个题目，要开始。大家那个给杨老师戳戳屏幕啊，大家给杨老师点点免费的小赞赞，这样可以上人气，让更多的藏友来听杨老师讲课，对，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对，谢谢大家。现在我们就讲的这个问题，重要问题就开始了啊，学习汝瓷的标本，如何鉴赏汝窑瓷片？那么我现在想说一下。现在的瓷片呢，就是鱼龙混杂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呢，这瓷片的都是真的多。你只要有眼力，可以买到好的瓷片，真的瓷片。后来因为玩瓷片的多了，又形成了市场，有些人就是唯利是图了，耍起小聪明，就把那些仿古瓷砸碎了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误导一些藏友，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了，看破瓷片不算什么本事，那不能这么说。如果过去没有假瓷片，所有瓷片都是真的，这是一回事，现在是真假混杂，鱼龙混珠，这个时候就要你有好眼力了。你拿到了瓷片以后，你要达到三个识别标准。第一个是断窑口，你能不能判断是哪儿烧造的，比如说景德镇的哪个窑口，磁头窑系里是观台镇还是当阳峪，什么年份的，而且新炉。好，看这有意思啊！你看黄土快埋完了，还不消停，没事。我禁言，他能听到您说的，没事。你让他听，让他听一下。是，他能听到。您说您的，不用管我。好。这个人给咱们参加一点儿，笑料啊！大家看没看？这就是国宝棒，因为我的存在影响了它的发展。它是一个反面教材。是吧？它就是个反面教材。对。实际上呢，我跟大家讲，我的年岁确实是应该颐养千年了。我为什么还有这么辛苦呢？就是有这么些不争气的人在。所以害得我就现在还得出山。大家学过那个战国策里头有一篇短文，就是晏子使楚，他跟楚王说，我们齐国人才济济，什么样的人才呢去可以干大事儿，什么样的人才干小事儿，像我晏子这样的才能呢就适合于在你使楚，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把年龄还有点精力，跟你们国宝帮闹着玩还是可以的，还是富富有余的，而且我可以教训教训你们。我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看见这些恶劣的东西，你置之不顾，置之不理，高高挂起，就是对正义的一种不尊重，对善良人的一种伤害，没有关系啊，没关系，都留到这儿。
你可别走，我告诉你，我后面就讲的那个洗脑术呢，就是针对你讲的，而是讲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把你们比作是健康人体上的一个毒瘤，一个毒细胞啊！你看看，你可别走，你要听啊！收音机母点一下关注，对对对，然后那个大家给杨老师戳戳屏幕，然后多给杨老师戳戳赞，然后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对。嗯、谢谢我下面接着讲，我为什么说您看到瓷片以后要断真假、断年代、断窑口，这个就不容易了。还有一个，看瓷片鉴定很难。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看谢总，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给你拿了一块牛肉。你马上跟我说，水牛、牦牛、老牛、小牛还是菜牛？就分辨不出来。你分辨不出来，要把整牛拿来，那谁都明白。一看，哦，这是老牛，这是水牛，这是耕牛，这是菜牛，但是一块肉看起来，那更难。对。但是我跟大家讲，高手在民间。嗯。就是谢总这个工作室，就黄河之水，来了一个神秘的一个藏友，眼力非常好，那人品也好，对，思维也很敏锐，对，也很博学，特别他来找我呢，就是抱着学习交流的目的，他不是找我来肯定，他是找我来验证，对。他拿来了一堆的瓷片，而且有相当的档次，而且每个窑口说的都非常准确，没有一片是假的。高手在民间，真的是这个藏友非常的厉害。大家明白吧？所以说呢，绝对是高手在民间，高手是藏龙卧虎啊。对，民间绝对有，我们就遇见过。我还跟大家说，汝窑绝对不是67件半，也不是那个90几件就不能再有了。我就亲自见到了，但是我必须保密。啊，我必须保密。那个想看瓷片的杨老师，接下来会有机会给大家看到那个汝窑瓷片的啊，大家在直播间多等一等，对，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多戳屏幕，多戳屏幕，等人气上了特别多的时候，杨老师会展示给大家。哎呀，杨老师给大家拿瓷片了，大家给杨老师多点点赞赞，免费的小赞赞，谢谢了。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谢谢大家了。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瓷片，啊。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宝丰清凉寺的。嗯，对，挪一下，哎，好嘞。握足，芝麻之丁。对，没有点关注。香灰胎。点关注，谢谢啊。天青寺。哎呦，对，给大家看看。这一片儿是张公相窑的。挪一下那个，把这边挪一下。对，好嘞。瓷片，区别那个呢是黄白胎，属于青釉，就是绿釉偏绿，是原瓷钉。另外，大家看这个修组，干净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这个窑工我觉得还是我说那个东北话过瘾，嘎嘎两刀就给他修成这样。上面还有开片，这是一片重器上的汝窑的一个瓷片。这个光泽太漂亮了。这是另外一片啊。
我族、嗯、那个追求咱们那个有主页有联系方式，芝麻丁，嗯，到时候看看芝麻吃丁，芝麻吃丁啊。那么下面呢，我就是从理论上讲完了，我们再回到瓷片上来说，汝窑为什么名贵。那么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存世量少，做工精，它的釉色特殊，宋代的艺术造诣非常高，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古法制作的工艺失传了，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家族性的，代代相传，口传心授，并没有留下这个文字的东西，所以说呢，祖传的配釉秘方，还有一些工艺的绝活，现在都不可能全面的复制。就是在现在高科技的情况下，你也超越不了，超越不了当时的艺术造诣。对，你就这样，我讲你就分别的给大家拿着看，我给大家欣赏一下。对，我们谢总给大家就是五片分子拿着看啊，我来讲。对，然后那个大家要是如果找杨老师鉴定的话呢，咱们主页有联系方式，到时候联系一下我们。最难仿的呢是两点，一点呢是釉色，一个是釉水的质感，就是釉水的质感。那么汝窑的釉色呢，不是纯正的天蓝、天青、虾青、月白，而它是一种自然界环境不存在的复合之素，大家明白吧？漂亮，但跟它自然的颜色还不一样。原因呢，就是和宋代的矿物料、工匠的技术、配方、窑火的温度，还有你使用什么原料、使用什么颜料，还有天气环境都有关。所以说呢，现代人就没有办法全面复古，仿造出来和古代一模一样的。这个小谢总先给大家反复的看这个釉面啊，大家可以截图啊，完了我就给大家讲，用放大镜，用放大镜给大家看。杨老师，你反复你拿那个放大镜了吗？不是，放大镜这样给大家看一下。那恐怕也，我看啊。大家那个给杨老师多点点屏幕，扩大镜啊，不是放大镜，戳一戳咱们那个多点点，你给大家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啊？能不能看清这样子？嗯 嗯，好一点吗？啊哈哈。好不好一点不？下面大家注意看啊，存世的这个汝窑瓷，咱们来看呢。哦，好多了是吧？好嘞，啊，好嘞，给大家看看。这个釉名，釉色的名字各异，就是刚才说什么天青、月白什么的。好一点啊，好嘞。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色调，就是在天青色这个基调上呢是加减。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配方、窑火、窑味、窑变，这个人工都很难，就是当时的科技都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是每次就是烧窑之前拜窑神，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再谈谈汝窑的釉色，所见的博物馆的藏品呢，皆是素雅淡淡的，没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宋徽宗所崇尚的，就是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而现代的釉的配方，要么颜色过深，要么过浅，而且呢，能达到接近90%的就很少见了。这个呢，就是说的古代的各种技术啊，
你很难完全复制。所以你看釉面，给大家看看釉面啊，不太均净，您上头看，还存在一个深浅不一、薄厚不一的情况。嗯，大家看，这个是张公像的啊，张公像的啊，张公像的。我再说说开片，没有规律可学，没有规律可循，多数是中开片和小开片。也并不是整器的100%都布满了开片，有的地方有，也有可的地方没有，但总体上是斜开片还富有，这个大家都能背下来啊，蝉翼、蟹藻、梨皮、芝麻花，是不是？就是这些种开片。那么它的质感，我给大家说一下，像玉。又不是玉，和和田玉的蜡状不同啊，我们不卖啊，只是指两者的温润度呢有些相似。那么你通过看真品，细细的体会，你就知道了。大概是200年以上的老瓷，都有老化现象。在光线的变换角度仔细看，大家注意我听啊，这里头有一个国宝帮，哎，叫什么名来的？萌萌，你把那个灯，那里面那灯，那个更亮一些，那个灯，藏有送人。看一看啊，对了，我们小谢总拿一个灯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搞得更亮点，咱们好好把这个瓷片欣赏一下啊。大家给杨老师多戳戳屏幕，给杨老师多点点赞。等我们准备灯啊，我给他讲。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谢谢。就是有一个那个叫姓什么的来着，大家看看我的视频，他就是恭喜我的特别厉害。就管我叫什么羊皮壳，这个皮壳什么的东西，我正式讲啊，就是200年以上的老瓷都有老化现象，在这个光线变化的角度仔细看呢。都有釉质的老化，是不是有点太亮？表现的那个釉面不够平整，类似猪毛的孔，细纹，有内敛的反射光。好，这样好一点。同时你能见到釉面上有一层类似氧化的那个薄膜，我们一般呢称之为就是包浆。我形容包浆和叫皮壳。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新老瓷器你对比一下就找到这个感觉。那个灯怎么的？那个有点曝光，看不清。看不清楚啊，那就不行了啊。那个我们只能这么看了啊，对不对？如果要找杨老师鉴定的，咱们主页有联系方式哈。对，我刚才讲的这个很重要。200年以上的老瓷，就是釉质都有变化，釉面不够平整，类似猪毛孔，有细纹，内敛的折射光，在釉面上一层类似氧化的薄膜，我习惯于把它叫就是包浆、皮壳都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新老瓷器，你拿着对着看。特别是这样，但是不要看气泡啊，有时候这么斜着看可以看出那个氧化的薄膜。那你继续给大家放面看啊。下面我再讲，就是汝窑工匠啊，在第一次尝试加入玛瑙这种物质的时候，一定是有心尝试，但是很难预料它的后果如何。就像那个钧窑啊，当时加入了孔雀石，孔雀石就是氧化铜的成分，那么这个无意之嘴呢就烧出了铜红釉。据说历史上有记载，钧窑的窑工当第一窑里头出现红色的时候，还把自己吓了一跳，认为不吉利，好像还砸了，
后来呢，把这个红色、紫色做了一个珍贵的颜色，是梦寐以求的一个颜色，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嗯，那么玛瑙呢，呈现的是什么呢？我一会儿要给大家讲啊，最重要的我要给大家讲，就是这个玛瑙入釉的特点。我要讲这点，这是我总结的啊，我总结，大家仔细听。这个玛瑙呢是蜡状光泽，具有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哈，您听我说。这是怎么又怎么黑我了？哈哈，没关系呢。大家给杨老师多戳戳屏幕，点点免费的小赞赞，支持支持。我跟你讲，那有个常用说，乳要没有红色，您保守了，您保守了。我跟你讲，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见得没有。又等于我又考证完了，我再给大家讲啊，那么就是这种的玛瑙，它有一个双折射的性质。双折射，不用摔坏了吧？不要紧，吓死了。你要是完整器，你可要陪我。要吓出汗了。就是1.9亿了啊！对，双折射就是一个光线投射，一个光线投射过来以后，它有两个折光点出去，这叫双折射。所以呢，在这种下呢，就它就变得对天青色乳质性的玉质感呢，显得非常的好看。所以这个釉面的乳瓷的釉面啊，这个变色的效应非常丰富，就是玛瑙釉的双折射的反光的一个结果。那么其他的窑口呢，都没有，都没有这个。这个给大家拿着看，这个是钧窑的一片瓷片，官钧的。哇，太漂亮了！你都给大家看看，官钧。对，同样的，大家一边看一边啊，一边的来听我讲。这个同样的一个光源，照到钧窑上就是一两个反光点。而照到汝窑上，大家听我说，我把它比若一面镜子，大家听着哈，一面镜子由一个光源照射，那么这个镜子的折射散光呢，是一种状态，就是我讲的钧窑是一种状态，这个汝窑是一种状态。如果呢，你把1000块、2000块小片的镜片把它镶成一个大的镜面，进行无缝衔接，就像百花不落地，我给它起名叫百镜不落地，大家明白吧？比如这是单一的一面镜子，如果把它变成1000块的小镜片，无缝衔接在这儿，一个光源照进来以后，它会产生千百个闪光点，形成一个光海，就像一个大厅里头有千盏灯光，这个就是玛瑙入釉的一种表现。大家给杨老师戳戳屏幕啊，多戳戳屏幕，谢谢大家。大家看，我说的对吗？你们找对那个方向，一个角度，就像一个大的千百块的小镜片镶在一起，而且是双折射，这个是识别汝窑真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在我这来看，就是一个闪光点，一动一个闪光点，形成一个光群，互相辉映，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同的变化折射。那么大家就明白了，同样的一个光源，这两个的折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变化一个角度，像千百块角小镜面在那闪闪发光，这个只有一两个光源在折射。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给大家给杨老师多戳戳屏幕，点点小赞赞，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谢谢。那么我现在呢，就是给大家不讲解的事儿，我看这个什么意思？是专家说瓷片子都是高仿，这个怎么不能这么说？现在市场上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真的啊。这个你别讲，我要教训教训这个人。叫万事如梭的人说尽是废话，没有真正的点位。哎呀，就你这个级别的人还到我这儿来学，我跟你讲，幼儿园的人是听不了大人的课啊。这个我就不说那个不好听的事儿，您就怎么进来的您就怎么走吧啊。再见哈。这个叫万事如月啊，月这个人你别着急，没事啊，大家看一看啊，看看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恶劣。我用这么长的时间把我的心得讲给大家，他说我尽是废话，没有真正的点位。那你什么时候把你的点位拿出我看看？你看杨老师，89岁了，是不是？然后这么晚给大家普及这些瓷器的知识，对吧？大家你们看看，我说国宝帮可恶，是这样吧？是不是可恶？他怎么可恶不用我讲，你看他的对我的评论，这说这几句话，你就知道他多可恶了。这个。要留着啊，把这种人留着这儿，留到这儿没关系，让大家认准，看明白什么是光明，那个什么是邪恶啊。你，我也关注到你了，你也少说点话哈。啊。好，那么我就再说一下，瓷片玩好的人，能够三断定，断窑口。断年代，断真伪，都是高手。就是我指的那个例子，就是一块牛肉，比看整牛还难呢。牛肉你就很难分辨了。现在谢总拿的这个是钧窑的啊，钧窑的反光，你再给大家比比这个，比对一下这个汝窑，这个汝窑的反光，你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哎，杨老师，我怎么感觉这钧窑的更亮一点？是反光更强一点。但是它这个是散射光，哦、多角度的。这个是一个光源，它就一两个散射点。哦，这个是无数个那个玛瑙的颗粒，每个颗粒都是双、哦、双射、双反射性质。哇，双反射就是一个光源投入到一个颗粒里头，它能反出两个光点。哇。嗯，真的太漂亮了。好，给大家对比，这个常有国泰民安讲的好，瓷片是基础，是参照物，太对了。就像搞外科的人一定要看解剖学一样，是不是？绝对不止67.5件哈，杨老师都已经在这个67.5件发现了一个很完整的了。这个，但是我们而且不只是一件，不止一件，就是说以67.5件的看框框来否定别人是不对的。对啊，我们具体的瓷器具体分析，不要拿那个死框框说67.5件就不应该有真的。我一向是这样说，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多了，
不管你有的你有，那不见得是假的。嗯，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假的，主要是我们来通过它啊，通过我们的鉴定方法来进行对比来确定，好不好？嗯嗯嗯嗯，大家多戳戳屏幕给咱们支持支持杨老师。还有现在公布的好像是90几件，好像也不止。90几件它是这个意思，就是目前公开化的，你公开了一件它算一件呢。民间民藏多着呢，这个也不对，这句话也不对，就是汝窑多着呢也不对，咱们要去实事求是啊，要实事求是。大家没点关注的给杨老师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戳戳屏幕，点点是不是免费的小赞赞，谢谢。我觉得我刚才讲的就是比较的通易通识易懂了。我给大家，你看谢总不厌其烦的给大家看，对，给大家看看能不能能不能看见这个反光点，大家看，你给大家看这个反光点太重要了，就是这点，你变换不及我的不通整，能看清楚吗？能不能看清楚呀？好，我看看。漂亮，漂亮哈。我问常友，看出那些闪光点没有？可能看出闪光点了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作室找杨老师探讨，然后那个鉴定，到时候可以看到实物哦。这个用户叫670487。09这个人，他说这老家伙又怎么又上这个上头来坑人了？那你怕坑你别进来呀。再见，好不好？拜拜，可不可以？那不用洗掉他。我就给他禁言就行了，让在这听着。你别走哈，我下面有对你们的评论，你可千万别走啊！您别走，我对你们整个国宝帮有一个定性。有一个解剖，下面就讲下面就讲，别走，别走，常友们现在也别走，大家听一听我给国宝帮画的像，画的这个描述的像，像不像，是不是像我讲的这个样，我下面就讲啊。杨洪基是我的弟弟，苍蝇翅怎么讲？就是它那个开片像苍蝇翅，有的像蝉翼，有的像蟹爪，有的像芝麻花，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根据胎釉的膨胀系数，还有料火候，会变出那些开片，就是我讲的中开片或者小开片。每个都不一样。谢谢送的礼物，大家不用破费，然后给杨老师戳戳屏幕，点点免费的小赞赞就行了，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没有点关注的给杨老师点关注。对，还有梨皮纹、蟹爪、芝麻花、蝉翼，这都有这些蝉翼，您说的呢就是蝉翼的意思。转动一下，好嘞。对，看出来了，就是。釉光随着光线不同变化，不同色泽，说的对，闪闪发光啊，都有汝窑都有开片啊，用这个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时候我们要如果是开学习班的时候，我们都给这些看一看，近距离看特别好，对，这些瓷片也是非常珍贵的，嗯，现在可能有钱都很难买得到了，大家那个如果找杨老师来鉴定的话，有机会来鉴定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看到那个实物，我们那个主页都有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想要找杨老师近距离的交流，来我们的工作室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个汝窑，一个这个是官的钧窑是吧？对，官的钧窑，官钧啊，官钧，对。
还有这个也给大家看，这个哪个？这个也是冠军，啊，这个也是冠军，对，这个也是冠军，对比一下，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是乳药，乳药，对，不同的啊，你给大家看啊，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这个也是君药，这个是君药，这个是君药，这个也是君药，这个是君药，嗯，有的君药开片开的比较大，嗯，这两个都是君药，对，这两个都是君药，正反都看，对，看，特漂亮是吧？这光泽多漂亮呀，看看，有人问吃片贵不贵？好的很贵呀，有的很贵你也买不到，就是也很难买，嗯，要买的话一定找那些诚信的，好像北京有一个地方比较讲勤诚信，拿手电照是吗，嗯，咱们能用手电照一下吗，让他们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大家戳戳那个屏幕啊，帮老杨老师点点免费的小赞赞，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谢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如果找杨老师鉴定的话呢，然后主页有联系方式可以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大家啦，嗯，来我给大家照一照，可能还不行，哎，它反光特别严重，嗯嗯，哎，这样呢，嗯，这样好不好，好一点吗，这样好一点吗，是不是有点反光有点严重啊，严重吧，这样能看清吗，好，哦，现在这样了啊，给大家再看看乳药，哎，大家这样啊，哎，这个谢谢常友，你讲的太对了，注意眼睛别太累，是这样，我平常也很好保护我的眼睛啊，哎，这个谢总漂亮吧，对，不能照是吧，嗯，不能照，有点反光是吧，嗯，特漂亮是吧，嗯，这咱们这乳窑瓷片，嗯，好多好多呢，还有钧窑的，那个是张公相的，张公相的，张公相的，这俩是钧窑的对比啊，钧窑的对比，好，我现在下面呢给大家进入第二个我今天准备的问题，嗯，我为什么想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是有缘由的，那我说一句，黑粉别走啊，国宝帮别走，我来给你们画像来了啊，我知道我这个讲话对你们的刺激性很大，那你能骂我，那你我就讲，你不愿意听你就出去，这个没办法啊，平台嘛，我有这个话语权是吧，你可以在另外的网络上骂我没关系啊，好不好，那我现在就是给大家讲一讲，工作室里头，啊，往前推是吧，好嘞好嘞，离近点给大家看好吗，离近点好了，这样我们先进入这个话题了，行，大家戳戳屏幕给杨老师点点免费小赞赞，对对对，又不分散精力了，我下面这个问题讲得很重要，好，啊，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最近呢，这是冠军也给大家看看，对，这看完了就现在停一停再说哈，完了我每次都有瓷片欣赏，好，行，因为下面讲的问题特别严肃，特别严重，所以不分散精力了，好，最近就是来公司有三个常友，他们是战友，大概也是常友，其中的一位呢，我觉得是被别人洗脑了，他拿了一个仿的龙泉，一眼的就是还属于低仿，就别人告诉他，只有两件儿啊，可以卖到80万一个，等等的，但是我在讲课里头呢，就是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让他明白，不要听这些歪理邪说，这些故事不要上当。那么他回去了以后呢，
他又拿了一件瓷器，我在图片上看呢是开门的奖，但是那个鉴定是不太规范的，说明是真的。这一下子呢，就等于我那天给他戒毒以后，他又给反洗脑了。这个我跟你讲，他有一个，大家听我说，是这样的，如果有的人中了毒以后跟吸毒一样，你给他戒毒以后啊，稍有一点的诱惑他就会呼吸，他又会重新再吸。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讲讲这个洗脑这个问题。下面就是国宝帮最不爱听的了啊，对不起啊，我现在要给你讲了啊。在收藏界啊，产生了一个怪胎，就称之为国宝帮。这个国宝帮啊，对中华收藏文化起到了极大的这么一个破坏作用，就像正常人的身体生长了一个恶性细胞，就是癌细胞。它这个破坏侵蚀啊正常人的身体健康。那么作为一个癌细胞，恶性细胞，它要生存，他就要千方百计的为自己的生存呢营造条件。为了营造自己的生存空间呢，他靠的就是两手。一个手段呢，靠的是两个手段。一个手段就是抹黑、攻击、污蔑、谩骂、讲诚信的专家、商家、厂家，这个就都包括了。让初学者呢，让你该信的不相信，该信任的不信任，失去了一个正确标准。另外一个手段呢，就是给别人洗脑，给初行的小白们洗脑，同时呢，也给自己洗脑。让自己陶醉在这个发财美梦的梦幻之中。这个国宝帮散布的这个谎言、奇谈怪论呢，这个泛滥成灾，各种的洗脑术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在整个收藏领域里都泛滥，就像媒体里头那些商业广告一样，大众是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如果你不防范，不分辨这个是非，你就会中毒。你学习了多少知识都没有用，你学知识不配合洗脑、防洗脑，这个不行。那么他们散布这个两个手段，用这个两个手段，就是达到这么个目的，就是起到了，给癌细胞生存发展争取空间。比如说这些奇谈怪论，我说一说你们就全懂了。比如说，古玩这个东西没有真假。就看放到哪儿，放到地摊儿就白菜价，是这么说吧？这个古玩会没有真假，没有档次，没有价位之分吗？他们要把这个抹了，是不是？还有就是，10个专家9个说法，那怎么会呢？我们鉴定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真伪。那个不真就伪，那肯定就是两个。但是就像看病一样，或者是给患者说你有病，或者是没有病，只有两个结果。至于呢初期现象，比如说发烧，这个出汗，那有可能是感冒，有可能是疫情，有可能是这个脑膜炎，
这个大概专家可以开始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不会得出一个东西十个专家九个看法啊，这就是否定真伪的界限，让你无法辨别，是不是？还有这么讲，是所有会鉴定的人，他有眼力就去买东西去了，那意思就是说我没眼力他就鉴定。那么你们大厅打听打听，我是任何没有密可保的，我开过两个古玩店，没有眼力你赔得起吗？我当了12年的天涯副总，没有眼力能够经营这个古玩城吗？我现在还是典当行的这个首席顾问专家，没有眼力我敢放款吗？我讲的对不对？你们想想看，比如说他卖给你的藏品，说这个就是乾隆官窑，我为什么卖的给你便宜呢？因为我来的成本低。当你送不进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因为你没有门槛，你不认识人家，人家卖你自己东西。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整个的拍卖公司都产生真货难，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呢，对不起了，我把你们定位恶性替跑，在侵害着收藏界的健康群体。那么国宝帮啊，除了擅长洗脑术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他们收藏了一大堆廉价的所谓国宝。大家戳戳屏幕点赞。光靠他们收藏的这些所谓的奇珍异宝还不行，你点关注点关注，还得逼迫社会承认这些国宝，逼迫专家、商家、行家都要认可他这个价值连城的东西，只有这样呢，他们才能把他这个黄粱美梦做好。如果谁阻挡了他们的目的，谁否定了他们的国宝，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抹黑、攻击、污蔑、谩骂、否定他们的人，用歪理代替真理，对不同意见采取了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假设我谈了半天汝窑，民间有真汝窑，但是也有假汝窑，我否定了一个不达标的假汝窑，那么我就是打压民藏吗？能这么得结论吗？我想不能，这就叫无限上纲。这个的目的呢，只有两个，一个是让初学者呢认为三家，我指的三家，你看就都包括了，专家又可以叫行家，商家呢也包括古玩城店、古玩店、拍卖公司、典当行，这都叫商家。藏家呢就是收藏家，包括民藏和国藏都有，让初学者都认为这三家都有问题，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不要相信他们，而是要他们先要大家相信他们散布的那些，哎呀，国宝遍地都是，谁都能捡大漏，就是这些一夜能暴富的这样一些美丽的说辞。同时呢，也想通过这个手段呢，吓退那些反对他们坚持正义的人，做到一举两得。这个杨老师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你看我今年就90岁了，我就不信邪，我还真不怕他们。
还真有一些有水平的商家，就是专家，还真把他吓怕了，不敢招他们，怕引火烧身骂。但是你见到这些邪恶现象，不站起来说几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一个老革命应该有的品质，是我看不惯我就说。而且我今天把我讲的这个话要写成文章，做出短视频，再在这个网络上发表。对不起了，国宝帮，要么你就改，要么你就看我的文章，你可以坚持的走下去，看看最后你的结果如何。他们散布的奇谈怪论呢，作用不可低估，就等于啊，在咱们现实社会里头取消了 GPS 定位，把 GPS 定位给拿掉了，拿掉了北斗导航，让指南针失灵，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们散布的歪理学说目的呢，就是抹掉真伪标准，否定是非观念，歪曲正确的价值观，营造一个没有法治观念、没有是非标准的环境。在没有是非取直、没有法治观念的环境中，那么他们的坑蒙拐骗的行为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我说的对不对？他的目的无外乎就是这样。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叫玄路军的人给我造了多少谣，说我到珠海去蒙钱，到那儿去诈骗，其实那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什么理什么大学的那么一个教授，我在我的那个网上都置顶了，大家看看他，也是。还有什么天子六驾这些人，大家给杨老师戳戳屏幕，是是点点免费的赞赞，谢谢。还有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当猴耍，总说别人舔着个大脸，他自己就在那个舔着大脸，整天的在那骂这个骂那个，大家可能都见过那个人吧，他自己都不知道寒碜。那我这篇文章就是对着他们说的，关注的给杨老师关注。这个初学者经过了洗脑以后呢，就会成为少数人啊，不是多数人，少数人会这样，就成为分不清真伪标准，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了，盲目的跟着国宝帮跑。这个盲从者呀，我开个玩笑，大家看过一篇电影吗？日本电影叫《追捕》，就吃了那个痴呆药以后，就变成横路静二了，就痴呆了。你让他干嘛就干嘛，就可以任国宝帮摆布了。最后呢，就成了国宝帮的成员，接班人。然后呢，害了自己以后呢，又去害别人。所以说呢，如果是一位初学者，没有一个防范洗脑的意识，中了他们的毒，你学习多少知识都没有用，会让他们的歪理学说、奇胎怪论，牵着别人鼻子走，成为国宝帮的成员。那么学的那点知识呢，就成了按图索骥的工具。也会是淘了一大堆所谓的国宝，最后呢发财美梦呢都是竹篮打水，变成一个沉睡者。就像那个包括哥，你唤不醒也教不明白他，最后是害了人害了己，酿成了难以
挽回的这么一个悲剧。这个第二个话题确实是很严肃，大概没有几个人，特别是像我这个年岁敢讲的，那么我就讲了。大家戳戳屏幕，是不是？那些国宝帮你在吗？你听完了吗？好好想词儿啊，在别的网络上攻击我，好吧？那就这样，我第二个问题讲完了，大家可以提问题啊，提问题。大家都给杨老师点点免费的小赞赞，戳戳屏幕，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哎，谢谢大家。提问题啊，提问题。嗯嗯嗯。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嗯。大家嗯嗯。哎，杨老师动了他们的蛋糕是吧？杨老师学习了。大家看啊，大家没点关注那个量子鉴定啊，咱们的科技报和这个中央网已经说了，已经对他们定位了，这个咱们就不讲了啊，就不讲了，已经定位了，那个标题就是别被量子鉴定忽悠了，大家查一查，有科技报，还有一个大概央视网上都讲了这个。嗯，那个找想找杨老师鉴定的那个藏友，咱们主页有联系方式。您认为科技鉴定能代替人工吗？我觉得能代替一部分，不能全部代替，因为古玩是个艺术品，而仪器呢，它只是一个科技成分、科技射线的一些测试。所以呢，那个艺术的鉴赏部分还是留给眼学。怎么找杨老师鉴定？咱们主页有联系方式啊，到时候那个有工作人员您啊，有一个留言啊，这个大师在梵天，杨老师看看我是不是国宝帮啊？我觉得是这样哈，您听我讲的反感不反感？您要听的我讲的是有道理，而是有收获，您就不是国宝帮。您觉得我讲的句句都不入耳，那您可能就有毛病了。我相信您不是国宝帮啊，您是在这开个玩笑啊。对，没点关注的给杨老师点个关注吧，谢谢大家啦。想找杨老师鉴定的，咱们主页有联系方式，您留言。我发现这里头真有高手。一束光烟。反射二多束光吗？是这样的，汝窑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源，就是无数个，数不清的那个玛瑙颗粒，就会有二重反射，所以就是闪闪发光。刚才那个我谢总都给大家看了，就是这个啊，看了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通过这个这个网络能不能看清楚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你看一动一个哈，一动一个是吧，一动一个角度。刘一千的2.8亿江杯有机会给郎师看，这个没有机会看，因为那个很珍贵，他倒是高仿了一批，送给了我的一只，那是属于高仿，那个还没有机会上手。有时候我们一件名贵的东西，能上手看看就不错了。这个老师是不是？凡若晨星，对对，用艺术的语言可以这么称呼，但是我把用科学的语言，用一面就是无数的小镜面无缝衔接到一起来反光，跟您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样感觉就是讲起来更容易理解。大家给杨老师戳戳屏幕，给杨老师点点赞赞。高仿可能也会玛瑙入釉，但是呢，我们鉴定不是只从一点反光看呢、还有它的器型啊，还有它的支钉啊，还有它的釉面啊，还有它的老化痕迹啊。老化痕迹是最难做的，
我都是讲过，再好的渠，再好的水，酿出来以后，不搁上三年，它也不好喝。就这三年，就要时间，是个时间过程，你没有别办法，是吧？用点香料你也勾兑不出来，哎，这个不行。大家没点关注，给杨老师点关注啊！平遥携保姆，啊，您记性真好，去过天目，见过一个绞胎釉的枕头，确实是又是绞胎，一个壶枕，是。哇！啊，您记得退20年前，演技太好了。后来这个我就是，优惠卖给一个博物馆了。就是望野的那个一个博物馆，很难得，是个壶枕，上面有一块绞胎，哇，非常好。哎呀，您记性太好了。哇，大家戳戳那个屏幕，给杨老师点点免费的小赞赞，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谢谢大家啦！没有点关注点关注，谢谢。那个刘玉谦先生，那个那是肯定真品无疑，我有他的照片，照片上。整个是高清晰的，能看出来，经过了，陈化到现在400多年吧，那个精釉釉裂，火是红，那个彩釉的变化那是非常开门的，那个毋庸置疑啊，毋庸置疑，那个是绝对对的。您想想看，能肯花那么多的钱，他是有智囊团的。本身也是有智慧的，不可能随便买的，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我知道那位先生是开玩笑，咱们鉴定一件东西，不能是凭口无凭，我多次讲过，是全面的，经过11个标准来进行衡量。而且我还说了一点，我跟大家说过吧，没有见过的不能否定人家，博物馆里没有的也不能否定人家，也不要要一个固定的数字来框住，这都是我讲的，而是事实。我跟大家讲，我是为了保密，民间就是还有古窑，还有汝窑，还有不错的汝窑，这我亲自见过了，而且是大开门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数字，我是不能给人曝光的。还有人问我说，杨老师怎么找你的都是假的，大家知道吗？真的东西呀，人家玩来真的东西是这样的，他不愿意要我曝光，曝光以后不好卖了，就叫卖熟了就不好卖了，卖一个新鲜感，所以我们完全遵守职业道德，就一个都不卖。为什么假的要这个做一个视频呢？也是经过藏友的同意，藏友就说我上当了，别叫别人上当。所以呢就是叫录一个视频，是这个意思。其实来鉴定的有一定真品的数量，有的还是相当精的。对，是的。大家如果想找杨老师鉴定的话呢，咱们主页都有联系方式，给我们留言啊，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回复您的。大家那个麻烦戳戳屏幕，点点免费的小赞赞，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大家有问题呀？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有问题呢，大家给我提一下啊。我现在呢，现在是9:10，大约在9:30的时候，就是老的藏友要接着听我讲眼学鉴定的第5讲了啊，20分钟
我给大家就是回答问题。嗯，大家麻烦大家帮杨老师点点赞赞，然后咱们现在是40000多赞了，争取能点到100000赞。有的人叫讲老胎后挂财，他是这样的，往往是往清的东西，清代的东西脱财了，严重脱财了以后呢，就是再重新画一次纹饰，用低温乳窑。那么呢，这个新的彩呢，我们会感觉到它的沉淀氧化的时间不够，还有化工达不到那么好。但是老的胎釉基本还是保持原态，大家要注意，非常注意这点啊，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嗯，大家找杨老师，想找杨老师鉴定的也有联系方式，留言哈。然后咱们也有那个粉丝群，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主页的粉丝群。有人问我亚丑杯除了博物馆你还见过其他的吗？我见过一个藏友，买的大概是比1/2弱一点，欠一点的半个亚丑杯，好像若干年前，大概是10几年吧，就花了45000，就是大概1/5的一个压寿杯，我是见过的。其他的完整器也见过，是国外拍回来的。麻烦大家给杨老师戳戳那个屏幕，点点免费的小赞，在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谢谢大家。你看杨老师这么晚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是吧？挺辛苦的。那大家免费点点免费的小赞赞，谢谢。这个乳汁韵，这个常有讲得好。铁棒磨成针，应该是铁杵磨成针，孤芙自然成。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搞收藏搞鉴定就是不是一日之功，不要抱着就是急功近利马上发财是不可能的。我自己有过这个情况，就是90几年买的东西20年以后才能明显的见比较高的利润，确实是这样。大家没点关注的杨老师点个关注，谢谢大家。这写的是，有个张献康管理员，好了，国宝帮气跑了，跑完了，别跑别跑，听听。感谢杨老师的课程。这个乳汁韵是讲的对的。就是你手上有多少东西还要叫它保保光，就是走走市场找找专家行家商家看一看对不对，如果走了弯路及时的返回，免得损失很大。因为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你这个东西你说是国宝，那你卖卖看吧，是不是？那比如说，一位藏友说我这个鸡缸杯跟刘先生的一样，那您去卖嘛，您从2.8亿一个零一个零的减，你看人买不买，是不是就能试验出来了？2800万、280万、28万、28000，你看买不买？是不是？这个就试验出来，你不能在窝里头，但是有一点，自己高兴，你也别出来捣乱。这个我们不反对，是不是？你家里头有一堆的国宝，都超过故宫了，假的都在故宫，真的都在自己手里头，那你不找我们辩论，我们也不跟你反驳，你就自己认为就行了，那都没关系啊。大家都
多戳戳屏幕，给杨老师点点免费小赞的支持支持杨老师，谢谢。怎么鉴定？咱们有两种鉴定形式，一种是图片鉴定，一种是实物鉴定。这个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是给讲原名的瓷片，有时候是给大家讲这个高古的瓷片，这个大家都要学。高古和原名它有很多共同的部分，又有不同的部分。我们收藏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的范围搞得很广，但是在掌握学问方面要有一定的宽度，有一定的面儿，就是你地基广了，你高度才能广，高度才能高。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多学习。红武时期釉里红在大牌上真那么贵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红武这个时候的城市就是倒带的釉里红为数不多，包括那些发射不好的，说是釉里红，实际是釉里紫、釉里灰，那都是国宝，那都非常值钱，因为是那个年代的珍品。对的 ，SS 呢，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回复您的啊。大家如果找杨老师鉴定的话，咱们那个主页有联系方式，留言。这个对的，就是叫张宪康管理鉴管理啊，张宪健康管理。刚才我给把点够点认错了，就是比如说买一批玩一个阶段卖出去再买可以啊。这个就叫以藏养藏啊，以藏养藏，又叫换水养鱼。我经常有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可以，就是我们开始经验不足，财力不足，我们先买那个档次呢，等于是收藏机的档次，就是你攒足了十只鸡以后卖了。凑到一起，把这个借下钱呢，凑到一起，买一只羊。凑足了十只羊以后，你再换一头牛，这样藏品的档次也提高了，你的鉴定水平、理论水平、鉴赏水平也提高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要需要20-30年，挺好啊。那位藏友很有体会。我想你一定玩得很好，有机会见面我们一起探讨啊。还有12分钟时间呢，我是给大家提问题、回答问题。9点半的时候，我要讲演学暑讲的第五讲，很重要啊。戳戳屏幕，给杨老师点点免费小赞，再支持杨老师，谢谢。讲得很对，谢谢。好东西好不好，真不真，精不精，你进入市场检验一下就可以了。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谢谢大家。我们会每个月有2次的直播。这个大内密探啊，就是军红继红，这样你不要军就不要个继红了啊，就是军窑的红釉的啊，红斑的如何？这个我们专门有个时间来讲吧，我看看啊，下次给大家找一点儿军窑挂红的东西给大家讲，好吧？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找一些标本给大家看。对。那个杨老师刚刚讲过了，就是汝窑的那个反光，它是多，就是多点的反光，散射的反光。然后这个军官窑呢，它是属于是比较集中的反光点啊。这个反光点就没这个多。对，这个汝窑反光点要很多，可能在这个视频上看不清。这个提议非常好啊，我给一定是这样的。讲一讲军釉挂红，价值连城，是吧？入窑一色，除窑万彩，军窑无对，窑变无双，
又是君窑的一门学问。我看看，我这个就是，这个标本库里的能不能找到像样的，我一定给大家下次看看讲一讲啊。我又有足够的光冲，口里讲不行啊，口讲只有实物好。你看今天拿了实物多好，是不是？大家看，香灰胎它这个握足，你看这个握足的力度，啊，是不是？而且为什么叫芝麻钉啊？像不像个芝麻？张公像的是这个圆的字钉，是吧？你这一有实物就好了。所以我为什么鉴定的时候我愿意拿一个平板电脑呢？那我也不可能，我也没这个财力，我背一个博物馆最好，是吧？那只能说什么什么样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啊。这个说我有一个狼腰红的双耳线，那个要看的啊。如果是对的，非常珍贵。狼腰红非常珍贵，它的特点你也知道，灯草口，脱口脆釉，狼不留。糯米胎的底，上面有牛毛纹，有开裂。您看您那具备就具备。灯草口，脱口脆釉，狼不留。底下是糯米底，上面有牛毛纹的开片，有鸡血红，有牛血红的更好。这个需要看，要看实物。如果是倒带的，非常珍贵。大家给杨老师再点点小赞赞哈，免费的小赞赞，戳戳屏幕。对对，又有人问我了，谢谢大家。我给说，是西周玛瑙。一个手串啊，原来是铜的，我觉得这么珍贵的东西呢，我不能亏待了它，我把这个隔珠啊，变成金，换成了和三通，换成了真金的了，表示对我们古代的东西的珍重啊。对，真品具备这个开片开裂的裂片，牛血红，手感特别好。宝光十足，对，您讲的对，是这样的，这个就需要看实物了。还有八分钟啊，我给大家回答问题。点关注的点点关注，然后如果找杨老师鉴定的话呢，那个可以主页有联系方式。我们有两种鉴定形式，一种是图片鉴定，一种是实物鉴定。然后大家也可以加那个主页的那个粉丝群。我发现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很多的资深藏友，对，可能水平都不比我差。就是杨老师敢讲吧，大家没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能坐在一起，我们来研究就特别好的。您说的龙泉窑的宠饰瓶，如果是南宋的，粉青或者梅饰瓶，梅子青，倒带，都得过百万，而且百万也不见得买得到。民间基本上都是普品，这么说吧，普品多，精品也有，绝品也有，但是档次越高的呢越少。我也是这样，我收藏到现在就是58年，精品确实是没几件，就是精品还是有一些。老金蟾我是不放过的，老普蟾一般来讲就不一定买了。大家没点关注的给杨老师点关注哈，想要找杨老师鉴定的。这个有个祖国好的藏友讲，就是有些拍卖不负责任，
赝品量太大，所以大家要我们多探讨啊，我们多学习，就是不上他的当也有办法。比如说你买了以后，他允许7天退货，跟这个鉴定公司联系，我们提前给你看一看，或者图片看一看和实物看一看。对，咱们图片是1500，然后那个实物是3000，都可以。对，虽然这个钱呢，你就可以避免的损失几万了，还可以长一门学问，你说是不是？嗯，大家如果想鉴定的话呢，这个叫我说一下，我再给您说一下，灯草口，脱口吹又狼不留，糯米底，开裂，牛血红最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鉴定口诀。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咱们还有半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直播就结束了。点关注不迷路，下回咱们直播的时候会有提醒的。然后杨老师平常也会。普品的价值我们也不应该否定。比如说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是人手刀口嘛，是从普品学习，完了进入精品，完了进入绝品，这是一个从低端到高端的必经的一个阶段。如果你跨越了，你的就是这个步骤的不扎实，就因为容易出错啊。接下来杨老师还有几分钟就给大家讲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了，大家戳戳那屏幕点点免费的小赞赞，然后支持支持咱们杨老师，然后那个没点关注的点关注，想找杨老师鉴定的呢，咱们就是主页有联系方式留言，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回复咱们的，好吗？嗯，谢谢大家了。嗯，我们9:30开始为大家就是讲眼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个学术性高一些，喜欢的人留下来听，我尽量讲的通俗。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啊，对对对，还有半个小时直播就结束了，点关注不迷路，下次直播会有提醒，然后我们平时也会更新视频，一些古玩知识点都会在视频中跟大家交流。好，我们就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个鉴定啊，绝不是像说的那么简单，拿个高倍放大镜50倍的以上的看气泡，什么衰老气泡、死亡气泡、爆炸气泡、焦灼气泡、漏斗气泡等等等等，这些我不一一讲了，现在都能人为的给你做出来。那么鉴定啊，是一门鉴定与鉴赏的综合学问，既鉴定它的形态的表现，又鉴定它的神态的表现，它是一个综合的学问，不能简单化，不能大而化之，那样的话就你很容易上当了。那么下面我讲的就是这样的，眼学俗讲5讲，观察识别标准形象中的4个辩证关系。前面我讲了，什么人、什么物品、什么品种都有自己的标准形象，所以才能区分出来动物的种类，人和动物的区别，人里面张三和李四的区别，土豆和白薯的区别，每个物种都有特定的标准形象。
标准形象的比对就是鉴定学。那么我今天讲的就是在比对中的四个辩证关系。古陶瓷鉴定中呢，分辨四种审美的辩证关系，四种审美的辩证关系。现代的仿古者呢，掌握不好古瓷的审美分寸，往往仿出来呢，会出现破绽。那么这些破绽呢，就是我们鉴定真伪的一个依据。那么也就是我今天所说的古瓷审美中的四种的辩证关系。好，第一个是形与神的关系。一件好的真的古陶瓷要形神兼备，就是说神韵呢，要通过形态表现出来。只有标准的形态才能表现出来神韵，形态美不美，那么就可以断定它是真品还是赝品。比如说帅哥是个神态，对吧？帅哥是神态，他为什么称得起神帅哥呢？因为他神态好，五官端正，眉眼清秀，应该是这样。四肢比例匀称，应该是高高大大的，起码应该1.75米以上。现在有人说男人1.6米就是半等残废，是吧？我也不同意。其实我告诉你，那是浓缩精华。个儿小的人都是精华，像我这个儿大都是白吃饭了。是不是这样？帅哥是神态，帅是神态。为什么称得起帅？他形象好，他五官端正，他眉眼秀丽，他四肢匀称。没听说一个人三角眼、鹰钩鼻子、山峰耳、瓜子脸还倒长着，脖子跟下巴一样粗，是吧？前胸贴后背，那形象就不美，肯定就不是了。大家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说呢，一件好的古瓷，一个是形美神美，美是通过形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家会问我一句话，杨老师，你讲的真东西一定美，美的东西不一定真。那么我解释一下这个话，真东西一定美呢，就是达标了。为什么美的东西不一定真呢？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个很美的侍女，她不是柳叶眉、悬胆鼻子、樱桃口，她是一副二这个混血儿的美。她虽然美，她不能成为古典中国的真的古典美门，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形与神的关系。往往现在的仿造者，他的造诣没有那么高，他心里没有，他拉不出那个美的器型来。就像有一句话，宋代有一个画家叫宋玉，竹子画得非常好。为什么画得好呢？他体验生活了，他看见那些生气勃勃的竹子，高风亮节的那个竹节，他都表现出来的，是吧？这就叫胸有成竹，有了成竹才能画出好的竹子来。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形与神，大家去鉴定时注意这个问题啊。古拙与俊秀的关系，
古陶瓷呢反映了古代的审美观，古拙与俊秀呢，古学与俊美要两者兼备，古拙珠显出了俊秀，俊秀之中呢又不脱离古拙，而现代人呢往往呢注重仿他的秀美，仿不出当年的古拙。你比如说穿那个汉服，是不是这个齐桓公也好啊，当然赵武灵王是经过服装改造了咱不说，他肯定认为自己漂亮啊，既古拙啊，他认为呢宽宽大大的他又美。那么古瓷里头有这两种，就是古拙和秀美两者兼顾，古拙之中透露出秀美，秀美之中又不脱离古拙。但是现代的人呢，就是越往现代呢越注重清秀，所以呢就是仿的这个秀美有余，古拙不足。现在就是这个网络讲课就有这个问题，时间短啊，所以呢我就不能举些例子来了，大家体会我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古拙与秀美的关系。还有一个完美和缺陷的关系，古瓷中的完美啊是它的主要表现，但是也会出现工艺上的缺陷。一种呢是匠人粗心大意造成的一些瑕疵，工作八小时，以前的匠人为了赶时间可能不是八小时，累了也会造成一些工艺上的一些瑕疵，还有工艺上的这个遗留的痕迹，工艺痕迹。大家明白我说的吧，工艺上的遗留痕迹，比如说极釉、竹石刷痕、塑釉等等东西。而仿造者呢就是刻意的仿造那些完美，忽略了那个仿造缺点，而且缺点比优点还难仿。大家看看，不信你看看，北宋官窑有个罐耳瓶，神韵十足，旁边一个罐耳是有缺陷的。现在仿的那个罐耳瓶，仿的是笔杆留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相反倒假了。大家听明白了吧？古瓷不是100%的完美，是完美与缺陷相结合的，只有两点的结合它是真品。而现在仿的人呢就是故意的修饰啊，修饰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是吧？你看真正的古瓷神韵非常足，但是有的时候哪个地方有点工艺的缺陷。这个啊，大家好，点关注，给杨老师点关注，谢谢大家。第四个辩证关系，主要成分的工艺，主要部分的工艺和附属工艺应该完美搭配。就古陶瓷啊，主部的工艺和附属工艺要搭配的协调，形成完整的美。而造仿者不容易把两方面都仿好。那么我下面举例子，比如说一个罐体仿得很像，堆塑没有神态，没有神韵，或者是磨印不清楚，或者是刻花划花不够犀利，明白我意思吧？罐儿仿得很好，玉壶春仿得很好，但是上面的剔花划花就是附属的工艺不达标。所以呢
就是现在的房品就显得主部和服部总体显得不够协调，不够完美，那么这个就可能是赝品了。我用的时间不长，看看，给大家讲那个形与神的关系，古拙与俊秀的关系，完美与缺陷的关系，主部工艺和附属工艺完美搭配的关系。大家在鉴定里面要注重这四个关系。所以呢，我再回到最后最前面讲的，古瓷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鉴定真伪呢要从多方面考证，用简易的鉴定方法是辨别不了真伪的，特别是在现阶段仿古技术日新月异，古陶瓷的鉴定呢也要与时鉴定，提高我们的综合水平，否则你适应不了现在的造假。现在我跟大家讲，可以人工模仿款，可以激光刻印款，可以数码修批，可以 3D 打印，各种的手段都用上了，所以鉴定难度比往要大得多得多。今年我已经90岁了，我12点之前没有睡过觉，不敢脱离底线，在看各种信息，看各种的拍卖广告、拍卖品，还有网上各种国宝帮的表演、各种赝品的展示，我都要看。这个健康管理建设老师小白还国宝帮肯定听不懂，那没有办法。我觉得小白不见得完全听不懂，可能部分听不懂。但是我在想，资深的藏友会听得懂，或者说就是这层窗户纸，杨老师你给他点破了，可以省掉你多少年的功夫。好，谢谢，说我思路清晰，好，还不算糊涂。本人保持在90岁，还能有这个思路，还可以啊啊。大家看看我这个讲的还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还有17分钟，可以大家针对我这个问题来提，根据整个讲课问题来提。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完了我给大家讲。这个品半形的常有说实战理论经验之谈，是这样的，就是从逛地摊儿、逛鬼市儿、古玩城、开古玩店、做买卖、吃亏打眼上吃药、捡小漏赚小钱儿，一路走来也是很辛苦的。我今天呢，可以说都是毫无保留，把我这个所这个体会到的东西都给大家讲啊，我没有一点保留，就是包括开始我讲的，你看这个汝窑瓷片，我每次看它我自己都有一个深入的认识。我这个讲课之前我就比如就是它像一个千百块碎镜片儿镶到一起无缝衔接的一个大镜子，一个光源下的闪光点。
每个玛瑙颗粒都是双折射，嗯，想联系杨老师的主页有联系方式，一般来讲就是什么落入群星什么，那是艺术上的讲，我就把它讲得更清楚了，像一个大厅千盏灯光，如果大家愿意听，我还能跟佛教里头的一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十玄门，下次给大家讲。好，这个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咱们还有十几分钟啊，大家提就下播了，嗯，就下播了。有什么问题我都给大家，上面没讲明白的，我再给大家重复讲，好不好？还有一个有些什么问题大家想听，就是上面。今天上面有个常友希望我讲钧窑带花斑的钧窑，我答应啊，我看看能不能把这边资料找全了，我给大家讲啊。民窑可以上牌吗？当然了，有的民窑藏品不低于官窑啊，从艺术性上来讲，这个我以前讲过，有的民窑藏品。可以上博物馆，有的官窑三级官，我们讲的有时候还上不了博物馆，就是宫廷里面太监御林军用的那些碗块，那还上不了博物馆，那只能算是皇帝用的古瓷了。你像故宫里头那个观音尊，那都不是官窑，那些清宫旧藏都是艺术上无法比的东西，都搁到清宫旧藏那个行列里面，所以民窑是可以上拍也可以入藏的，就看档次了。这个藏友说那个古瓷上的蛤蜊光可不可以讲一讲，高古瓷上的蛤蜊光，高古瓷上一般就没有蛤蜊光了，是明清的彩瓷上有蛤蜊光，它应该是若隐若现，像照到鸡，大家听我这句话，像照到冰面上的一丝月光，若隐若现。如果你看到，哎呀，这么多呀，太真了，太好了，这是人为做上去的，据说是拿中药跟酒可以煮上去。但是我没试过，我只是听说，但是能做蛤蜊光这是千真万确的啊，呵呵，大家注意。像水面上的汽油可以，淡淡的汽油啊，不能太浓的汽油，您的体会很好，我稍微给您加以补充一点。贼光就是浮光耀眼，宝光内敛，这些都是内敛。大家看是不是，就是折射点不同，大家看得见吧，看那个折射点不同，像个光群这个，这个体会很好，像釉面上的汽油很好，但是不要太浓啊，不要浓，不要那么浓。大家如果想找杨老师鉴定的呢，咱们主页有联系方式，留言哈，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群，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没点关注的给杨老师点关注，谢谢。还有祖国好啊，这位常友。您说常有伤心透了，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是双刃剑，
自古以来大概就是这个就有真伪之分，高低之分。那么古玩的乐趣也就在这里头，你有了眼力，有了学问，在辨别之中、识别之中、鉴定之中，才能得到乐趣，是不是这样？如果件件都是对的，那这乐趣也就不是了。我以前有一个例子，我自己要买了一斤五香花生米，想怎么吃怎么吃的时候啊，它倒不觉得怎么香，有时候饿了一翻那个袋里就剩那么20颗了，好香啊，香极了，就像那个感觉一样啊，真是说，就是说那个外面实行三包，那就没有果然的意思了，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咱买这个壶啊，买这个放大镜，那绝对没有什么真假之分，是吧？崔凯是我学生辈的啊，他这个眼力非常好，眼力非常好。谢谢，也很博学。他用年轻，他当时有一个就是大都博会馆，大都会馆，我是名誉馆长，他是当时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和兼年轻的鉴定专家，有一段我是带了他一段。他本身就很好，有一句话，那你说我同样的话，是不是不厌其烦的也跟国宝帮说呀？他听不进去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主席的实践论里头啊，矛盾论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嘛，就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如果这个人你不开窍，他不是鸡蛋，是个石头，你给他温度，他不可能出现孵出鸡来，得是那个料，你给他适当的条件，他就出来了。有一句话叫响鼓不用重锤雷，是不是这样？就是有才能的人稍微点拨一下，传帮一下，这个都是在，我看看，都是在有十几年前了，有一段时间我讲课都带着他，他很出色。大家那个没有点关注点关注，咱们还有7分钟就下播了，如果想找杨老师监听还有7分钟。嗯，大家有问题赶快问，大家如果想找杨老师鉴定的话，主页有联系方式，咱们留言哈，会有工作人员回答您的。杨老师，普通的官窑和精品的名窑价格一样，您觉得怎么买？这个问题我要回答一下，就是普通的官窑和精品的名窑，买精品的名窑。普通的官窑，比如说光绪的一把莲啊，光绪的蚕丝莲，一条龙，存世量太大，工艺也不是那么精湛。如果是名窑口的精品，有的是孤品绝品。我们一句话，宁买小窑口的精品，不买大窑口的普品；宁买金蟾，不买普泉，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价钱一样，那也是买后面的。这个有人问我白天在哪儿，那要通过客服啊。我跟大家说，直接找我都找不到，杨老师毕竟90岁了啊，我都不接电话，都是通过客服来转达啊。对，咱们主页也可以那个留言的，主页留言。对对对，个别人找我，我就是都不能跟我单独对接，我也很忙，都是经过客服经过整理以后，我看看哪些
有普遍性，我才回答啊。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咱们还有五分钟就下播了。买高精尖当然是对了，是吧？蚕的也要高精尖，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注意一点，越是高精尖，风险越大。当然高精尖的保持增值的幅度就更大，但是伴随的风险也越大。好，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交流啊，我争取每个月能做两次这个直播，最少也保证一次。就是有时候确实是太忙了，特别忙。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啊，然后如果想找杨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鉴定，或者是图片鉴定也可以，实物鉴定也可以，咱们那个在主页有联系方式，然后留言，到时候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我们的另外一个联系方式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看看。杨老师坚定古玩最诚实守信的老师，技术一流的大宗师，为有人问我，谢谢厚德。线上鉴定是这样的，可以发来高清晰的图片，对，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就这个高清晰图片的状态给你做一个鉴定。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往往明清时的高仿图片是比较难辨真伪的，需要看实物。但是一般说呢，线上是可以的。比如说近期有一个藏友要买大几十万以上上百万的东西，通过图片给我看，我告诉他没有问题，你可以买，但是价位上你要把握好。如果是拍卖的话，不要意气用事跟人去争，我是这么说的。那么那个朋友也就藏友就买了。或者是高古瓷，往往图片能辨认的比较准，我们能给你拿一个主意。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拿了就看那不行的。你要是高清晰的正面的仰面的底部的局部的各个细微部分都给我照来，完了我给你讲它真在哪儿或者不真在哪儿，完了我给你找出来对比的资料，等你上一堂小课，完了把资料给您，是有这个业务的。对，如果图片鉴定的话，老师在3天之内会录制好鉴定视频发送给您的。还有一个就是问我日本瓷、韩国瓷值得收藏吗？它是这么一个问题，它有一个民族感情问题。可能比如说韩国瓷，我们又管它叫高丽瓷、李朝瓷。那么同样一个可能在咱们中国就卖不出那么好的价钱来，它有这个问题。这个李朝瓷有的也很好啊，水平不低于我们，就是中国瓷有的瓷器，他们仿的相当好，学后了以后仿的非常好。包括日本也有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民族的感情和爱好问题，他就是自己民族更崇尚推崇自己的，他价位上不去，是这样的啊。咱们马上杨老师就要下播了，咱们那个可以有粉丝群的加一下主页的粉丝群，然后想找杨老师鉴定或者是图片鉴定、实物鉴定的有。对，还有一分钟我回答哈。当初跟杨老师一起逛地摊的人也都水平很高了吧？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悟性基因
总会有，始终是在那个国宝帮那个圈子里头，或者说是在那个收藏界的门槛儿，在里面看他好像进了一只脚，在外面看还有一只脚留到外面。对，就是专家的，不是说跟我都一样。嗯，对，专家的水平还参差不齐呢。我觉得杨老师在咱们那个古陶瓷的这个专业上已经是泰斗级别的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专家水平还不一样，所以就是差别还是肯定是有的。那个咱们杨老师马上下播了，咱们那个有粉丝群的，主页有粉丝群的，麻烦加一下粉丝群，有问题可以在粉丝群里那个提问。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九几年就带的一帮学生，也是爱好者，其中大部分基本都很好，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在我98岁生日时候，他们还来给我祝寿，就是我们那是叫做老藏家99联谊群，那一批所有的藏友造诣都很高，都很好。那个大家如果想找杨老师鉴定的话呢，我们是分图片鉴定还有实物鉴定都可以的，到时候咱们那个主页有联系方式，咱们留言以后呢，有客服会跟你联系的。现在我们就是已经是10:01了，好了，我们马上要下播了，现在就下线了啊。这样我再说一两句好不好？今天呢就这个直播就到这儿了，下一次之前呢我们会提前预告，下次就讲演习的6讲，大家注意，还要把这个最关心的，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线出来的问题，及时的向大家汇报。还有一点，您看起来我是一场直播，实际我一个人是完不成的。还有这些设备还有仪器的掌握，我们也要一起感谢黄河之水文化公司的谢总经理，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萌萌在旁边一直在工作，我也代表藏友向他们二位表示谢意啊。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一个人是做不成这个事情的。没有，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给这么多藏友普及这么好的知识。那就这样，我们下线了。祝大家晚安，休息好，身体好啊。好，那下线啦，一个一个的再见啦，祝大家晚安，祝大家晚安，再见啦。谢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点关注，然后如果想鉴定的话呢，咱们联系下那个主页的一个联系方式。再见啦。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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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